我是 Sylvia from Design for Space。顾客的要求是说，希望尽量是说比较现代化，看看可以高级一点，呈现这样子的感觉。这个顾客有看风水，所以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配色。这个工程大概会耗时2到3个月，就让我们期待一下那个成果吧。噔噔噔，我们回来了。在经过3个月的装修，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。这里来到我们的是 private lift 的这个 foyer。 那时候风水师有特别强调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地方需要特别的亮。那我们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材质啦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mirror effect 的 laminate。蓝色是我的顾客的心仪颜色，所以呢，在我们在这边工作的时候，希望找到一些蓝色，但是又符合整个 modern luxe 的这个感觉的材质。还有就是讲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状呢，我们就是做一个这个弧形来呈现这个 marble feature wall， 但是呢，又不想要有太过四方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弧形还有这边的这个弧形，都是为了让整间家看上去比较 comfort。大家看得到的厨房很小，对吗？然后我们为了让这个厨房看上去更亮一点，所以把中间这个墙打掉了，换成了玻璃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有这边的 natural light 跟这边灯光可以进来，所以厨房会看上去比较大。来到我们的主人房的区域，蓝色是我顾客的幸运颜色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特地从泰国订了这一片的这个 laminate， 然后呢，跟这个木色相搭，整个的感觉呢，不会是说太多的木色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掺杂在这边。我们有一个 standalone 的背心，跟一个很多女生都梦寐以求的 bath top。 厕所的设计我们也基本上是跟回 modern luxe 的底材，所以砖的尺寸我们都是用回比较大片的，是在600×1200的这个尺寸。做完这整个 project， 我觉得最感谢的就是我的顾客对我的信任。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跟风水师很好的配合，然后可以兼顾到风水 functionality 跟 aesthetic 三者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 design 方面的问题，可以来找我们 Design for Space。 Design for Space, where dream homes come true.